子有黑有红，相同的图样也有两个款式，注意到了吗？ Q 版韩市长不一样了，这回带着柴犬咪路，手拿高丽菜，乘风破浪。除了帽子， T 恤也有。那个船它并不是一艘很大的船，是因为它从基层做起，然后把东西卖出去，然后有加这个高雄市旗，是因为它是从高雄出发。Q 版韩市长周边小物推陈出新，不止马克杯跟杯垫，连凤梨酥也有，超级卡哇伊。17日，谢龙介总部成立，邀韩市长出席，不少韩粉纷纷力挺义卖，其中也有不少新鲜小物。喝咖啡现在也有韩流小物，有业者搭上韩国瑜的秃头时尚，设计这款 Q 版人像咖啡包，以及这款很有时尚风格的市长啤酒。一个月以前就设计好了，然后网络上面有很多人问可不可以买。韩粉摊商跟着兔子走，像是有文创业者设计手机架，连卖乌梅汁的也搭上韩国瑜的爱情产业链，说这是恋爱的滋味。面膜、蜂蜜蛋糕、杏仁茶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韩国瑜周边小物不断更新。17号，兔子、燕子、汉子合体现场，在抢搭韩流热潮，趁机大赚一波。记者陈胜义、潘颖文高雄报道。